81。长沙晚报6月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131.58 万亿元。2015年7月22日6时31分经济201HTTP 冒号双斜线 CSWB.chansha.CN 斜线 resfile 斜线2015/07/22斜线 AA01 斜线 AAN.PDF。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中国人民银行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，6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131.58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9%。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尽